好，刚刚我们讲的所有的东西，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将这所有的元素，我们现在整个串在一起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站姿，还有行进间，以及我们的回声。好，我们开始呢往前走。记得我们刚刚讲的每一个环节，我们走路的时候呢，是把步伐跨大。然后到了定点站姿的时候呢，记得有一只脚会微微的往前45度，好，很轻松的。然后我们的重心呢是放在后面那一只脚。好，现在我们要回身。好，我们现在直接前面那只脚呢往后退一步。好，然后我们到了中台呢也是再回一次身。好，主要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观众看得更清楚一点，所以我们有一个中台再回身的动作。好，然后回到底台。定点 pose， 记得我们刚刚讲的站姿的部分。好，好，所以记得呢，大家这个时候呢要看清楚模特儿示范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刚刚有讲过的，从他们行进间的走路、跨步，好，到了台前他们的表情，好，身体上面线条的变化，以及他们定点站姿的时候腿的姿势。好，回身，我们现在这次使用的是往前跨半步的回身法。好，在中台呢再回一次身，为的是让我们的所有的观众能够更看得更清楚我们每一个 model 的样子，好，和他们的台风。好，这次我们就是用倒退的方式回到底台。好，请模特儿再示范一次。好，可以看到模特儿呢每一个身体上的线条其实看起来是很轻松很自然的，但是不要忘记哦，这所有的一切呢都是我们来自于我们刚刚贴墙的动作哦。你会看到他身体上看起来是很轻松的，但是呢他其实身体的很多地方，比如说他的腰哦，到他的肩膀，尤其是上身的这个部分，整个都是挺直的。好，好，包括他们的整个表情这个部分呢，每一个同学呢记得要回去常常照镜子，好，去看你自己脸上表情的变化。好，记得哈，男生就是记得要把步伐往前跨大步，好，到前面定点。然后现在他示范的呢是两手插口袋的话，好，整个身体，好，记得肩线，好，要维持水平。好，往后退的回身法，记得中台都要再回一次身。好，最后呢再回到背板定点。好，可以看到我们的定点，记得我们从出来一直到最后回去，每一个只要你是在台上，都记得你每个身体的线条都会暴露在观众的面前，所以绝对都不可以有任何一个松懈哦，不能有一点懈怠。